这是哪儿啊？天哪！故宫。金鱼年。哇！什么故宫？天哪！你是什么要饭的？哎哎哎！来人了！哎呦呦呦！有人来了、啊！欢迎各位大人到来！来来，扶着，扶着！呀，站起来了！哎呀，你恢复了！哦，你居然能站起来了！天哪！你应该说一句，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快乐星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现在的流行语。哎呀，快点坐吧！啊，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我见了长公主，今天终于为庆国回归了。这位是监察院前院长，他跟我什么关系？你俩就是没关系，长公主。我从小就喜欢那英子，那没用了，你的腿脚已经就我在这个戏里玩不成吗？你是胸部以下都没有知觉，所以没啥关系啊。导演，导演，你要导演给治病，不演了。导演，在这里可以有点知觉，可以有点知觉，有点知觉。这位是费介费大人，哦，这位是。范家少爷范思哲，范丞，范小范丞，范丞都出来了。京都第一才女，哦，范若若，哦，谢谢。这位脖子上边是一个英俊潇洒的脸孔，脖子以下是一条大长腿。哦，没腰，没身子，腿上直接长脖子，敬称三皇子。哦，富家小伙子。他想说富家小姐，这是我弟弟，不是范尔赛。我们还有两位贵宾马上驾到。不知道乱出。哎呦，来人了！哥哥，哥哥！天哪，经典画面。这一面是我庆国边军第七营的战旗，边境一战第一面插上你们北齐国土的就是这旗子。今日诸位目睹这面旗子也算是幸事一件啊。哥哥快下来吧。哎，妹妹好，妹妹好。里边还一个呢，里面是谁？李沁，各位好，我是鸡腿姑娘林婉儿。好，长公主，我是你妈妈。对，李沁好，我在没有称呼过。丈母娘好，妈妈好。哎，四二零七七是什么意思？肯定是有折里边。有折哈。对。各位大人，请入殿。你要今天敢乱来的话，今天我告诉你，长公主斩了你！就你们！哎呀！哦！那就请各位随便坐吧。皇子的，这是皇上的位置。我就是皇上。我陪皇子，这是我仆从。我陪皇子，这是我服。就让我陪一个皇子吗？把他们轰下来！哎，你这个小混混，给我下来！你个要饭的，是想坐哪儿坐哪儿。三公子为什么坐在那儿？一会儿皇上来，你俩都没命了。哎呦呦妈呀！你都站起来了，还摸上我？娘，给我下来！